啊，说起来吼，我是想讲，咱有伫咧2000几年吼，啊，陈水扁总统吼咧任内时阵，伊也有真认真推设即个台湾文学馆吼，保留即个台湾文学，确实是咱即个本土的，啊，甲咱台湾的即个命脉吼有关系，即个文学，啊，即个拄啊即个地点也是伫咧即个台南市。啊，咱陈教授真荣幸吼，也受到即个文建会迄阵啊主委前中华馆长吼王金珠啊的即个委托，啊来担任即个头一任的即个台湾文学馆的馆长，啊，算讲伫即个过程啊，伫即个拍拼，啊，咱的台湾的有即个甲台湾有关的即个名，啊，甲即个文学，啊，原来会当得到真多的即个吼能见度啊，甲一个保留。我想这也请陈教授、馆长吼来，甲咱说明一寡这来龙去脉。是，这个国立的台湾文学馆吼，是这有一个历史渊源。2007年的8月吼，成做国立台湾文学馆，我去做这个头一任的馆长。不过呢，国立台湾文学馆伊的前身吼，是叫做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，国家甲国立有啥物无共款？来讲国家，安尼就是讲你爱成立一个董事会，啊，即个董事会爱去负责筹备，再做经费来经营。但是呢，即款叫做行政法人吼，行政法人国家台湾文学馆，即款法人目前还佫有一个。真成功的就是国家两厅院。那么这个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吼，都要等一个物件，才会当成立，就是行政法人法。行政法人才要定一个法，啊，这个法吼躺在立法院很久了。到我迄个时阵时间已经到啊，因为这筹备处有一定的时间，筹备偌久，你若无你就取消啊。啊！你时间一个到吼，行政法人法第二法院无通过，啊无通过吼，这个国家行政法人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，煞袂当继续存在，煞面临吼两条路，一条就是变作黑机关，就看你要哪要来无，一条就是讲变作行政机关，会当编预算，用预算用国家出钱安尼。所以迄个时阵，王金珠、王主委吼，迄阵即摆文化部较早个文建会吼，王金珠伊做一个决定，就是讲变作国立台湾文学馆，啊，就无迄个筹备处这个问题，正式成立。啊，所以王金珠徛向这个静怡台下就调，小弟在下鄙人，讲主任吼，迄阵我是中国文学的，是，吼。啊，迄阵我拄啊筹备迄个台湾文学的成功，啊，搁伫学校筹备即个台湾研究中心成功，啊，我也咧做迄个中心的主任。所以王金珠主委呢吼，来甲我参详，讲你敢会当来做这项代志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我原来真。感觉讲这是一个历史感、使命感的工作，我安那勇敢接受就对了，这是一个挑战安尼吼。是。啊，这是讲这个文学馆的这个前身啦吼。啊，文学馆伫我拄啊到任的时阵吼，有做一寡了解，短时间以来赶紧做一寡了解，讲这个咱这个文学馆是中央的机构，机构甲机关无共款吼，机关就是讲爱执行公权力啦，机构就是无咧执行公权力，比如讲警察就是机关，国税局就是机关啦，你无纳税，我甲你罚，要甲你处分，你无修法，我要甲你判刑，就是公权力吼。啊，但是文学馆袂当讲，你无读小说，我要甲你判刑，迄是机构吼。那么，这个中央的机构，伫个地方，属于中央的，啊，不过伊徛伫台南市，所以这个机构吼，有过去有一挂遐要会想法真清楚的所在，可能拄啊开始吼，推动真无用，含地方的这个
交陪吼，较无够。嗯嗯。吼，因为我去的时阵，感觉讲，哎，我问讲，哎，咱这个文化馆是伫倒一里？咱这个出倒一里？嗯。无啥清楚。哦。咱这个文化馆吼，咧这个周边啦吼，无啥知影咧。嗯。我拄仔去哦，头一遍拄到这个 Christmas。嗯。啊，都太。市政府咧办迄个 Christmas 的迄个晚会，电灯啦吼，啊，他去伫迄个文化馆的头前，一个圆环，汤德章纪念公园，伫迄内底咧办。啊，虽然内底真闹热的音乐会，啊，不过迄个圆环吼，拢是车弯弯转，人要入去真困难，啊嘛真吵。啊，邀请我去做贵宾啦吼，我就去参加，我就问市长，迄阵啊苦恬在市长，我甲问讲。市长啊，这音乐会，他会入来这内底咧办，那啊文化馆的大门口，遐尼庄严嘛，哦，遐尼庄严，他会歪伫遐办，迄个柯恬在市长甲我看看来讲，哎，馆长啊，哦，国立的阮这，嘿，你唔知影，恁大学门口是外澳高尚，你敢知影？哦，遐中央机构吼，啊，阮啊要去遐办哦，都无答应。我讲我咧中央机构，我无咧用这啦吼，所以，我听了吼，我讲安尼，我即马就关掉吼，我即马卖股价咧吼，我就宣布讲吼，今年咱都直接办啦吼，啊我都有了解，我直接表示欢迎，明年，所以迄个以后拢伫文化馆门口，啊市长也真欢喜，啊迄是迄个长老教会来主持，哦迄长老吼牧师吼，我真欢喜，大家拢。我讲咱也无损失，讲起来咱是捡着呢。伊来遮办的时阵，透过这个媒体报道，哎，背景就是咱这个文化馆的正门。咱是共赚着，应该会使甲咱收广告费来吼。所以这个对遮了解去，我也去拜会李长。我甲李长报道。那是要选举就无去啊？哦，哎，李长伯啊吼。我讲，我着今日来到任吼，爱来甲你报道。伊讲，你开玩笑，你是国立的文化馆的馆长，我是小小的里长咧。我讲，唔是，你是阮的大家长。哦。你里长是阮的大家长，因为我也是恁的大家长。我讲，你这里吼，啊管孔庙呢，啊管国立台湾文化馆呢，啊管中西区区公所呢，气象博物馆呢，哦啊，迄落足侪物件拢伫这里啊。嗯。这里是。高蛋白的营养足悬的啊，吼！啊，我是你的一份子啊。从今以后，咱是你的大代志，我拢爱尽力。嗯，吼！啊，若文化馆的小事，唔敢来甲你交叉。嗯，我含迄个李长变好朋友。嗯，佮说来讲，啊，咱过去，咱每年平均吼，偌济观众？哦，平均讲差不多要将近十万。嗯，我认为伤少。全世界有国立的文化馆的哦，无到十公的。哦。嘿，像日本有真侪馆吼，啊，不过拢唔是国立的吼，唔是国家级。全世界若有这个国家咧重视这项代志吼，是个位数。台湾都有，台湾有一个国唔生伫别个所在，国生伫台南。这嘛是陈水扁总统的特权。对。啊，所以这个代志，咱哪里会使？无尽本分嘞，咱应该真公营，爱搁真尽力，所以爱对地方吼有一种的这个交往就对了吼，流通。所以我定一个目标，讲咱一年至少要30万人来。本地的人若无来看，外地要太来。是。所以我的办法吼，就是去邀请所有的校长，台南市、台南县吼，有300个校长，校长。拢来参观，甲邀请甲招待，所有的里长，台南县、台南市的里长吼，我们差不多700个吼，啊，迄个警察局，吼，啊，较大的机构吼，主管，恁若要开会，来阮遮开，吼，场所、地通拢甲你照顾啊到，啊，你的课程内底安排1点钟、2点钟哦，参观文化馆，哦，迄个警察。朋友吼来了后，回去后礼拜带因太太、带囡仔来呢。所以因为安尼吼，家己塞出去，人真正坐起来。佫刷落去，
咱这个文化馆伫这个所在，台南区算是较热的所在，南部嘛吼。啊，你一天开九点到暗时五点，安尼会当来的人有限，有的人日时就袂当来，啊暗时你就无开。所以我要为这个人设想，我讲咱延长开馆时间，早上开到晚上九点，安尼有一挂人日时固定袂当来，伊就会来嘛。安尼的时阵吼。如果违反公务机关机构诶，即个行政诶惯例对啦吼，人都拢朝九晚五咧，吼，所以我要安尼做是毛去中央报告，讲我要甲延长到即个暗时九点，安尼就是用博物馆法、博物馆法，迄个法还未通过啦吼，迄个博物馆法诶草案，世界拢共款吼，开放一天是讲八点钟。你几点开？开到几点？八点钟安尼，或者一天。我讲我要一年要开468天。好。因为你哪几天呢？我的一年吼，扣掉52礼拜一啦，嘿，无迄种叫拜一的吼，扣掉52礼拜一，搁扣掉除夕，我干呐要除夕过年也休一天，剩诶逐天拢要开放，啊，拢一天拢开放1.5天。一天拢开一天半就对了。我一箍要食箍半就对了吼。安尼一天半，我9到9就是12小时啦，就是一天半。啊，你若用1.5吼，乘以365减52减一吼，就是468。啊，晚上甲你抗议。吼，啊晚上会担心嘛，讲我这馆长取消呢吼，啊要爱30万人，啊要爱延长时间呐。哦，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哦。我甲中央报，中央甲我讲吼，甲你欢喜，甲你赞成，不过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你袂使增加基本支出，人事费，吼，水电，啊水电啊，也甲你是买起啊。啊，这拢你爱家己负责。你袂当甲我增加对家预算，我答应，我来想办法。我的办法吼，第一，台南都遐尼热，你。暗时啊，5点关，敢若像是5点半吼，关即个冷气吼，伊还阁会当冷一阵时间嘛。对对。啊，早时啊，较无遐热，毋免遐早开嘛。是。啊，温度毋免遐尼舒服啦，毋免讲调啊24度、25度啦，咱就差不多26度、27度嘛会使。安尼暗来吹气吼，水电无增加。哦。水电无增加，啊，我该省的省。吼，该省的省，该用的用。过来，这个人事费用对啊，人事费用。我教育时有统计过，讲有诶做技工嘛吼。对。迄技工拢总几个呢？有180几个名册内底，啊，毋过有认真照常拢固定咧来，80几个呢。哦。我感觉安尼真拍算。对。哦，啊，我讲啊是安怎？伊讲啊，人有诶都去别位嘛。人迄爿诶便当是70块，啊，咱便当50块，啊，人要安怎？我想真妥当了后，我就甲遮志工吼，甲招呼我来，甲说明啦。我讲我遮吼，嘛拢无便当，嘛拢无交通补助，嘛无任何福利。若有，敢若一种公营，甲使命感。公营就是讲，即个文化馆若真有名，伊讲我都伫遐咧做志工，品牌行销，吼，我会咧互你一个拍折吼。啊，第二呢，使命感，我是社会上有路用的人。我即摆是退休，也是我即摆都有闲。我今仔日若无去文化馆做服务，我感觉真碍眼吼。文化馆若欠我即份子吼，文化馆可能爱损失。你有使命感的人，经过安尼甲因说服了，便当拢取消拢无。结果呢，200几个。200几，退休的校长，退休的教师，哦，嘛有家庭主妇，有时间呢，嘛有人因兜真好过呢，啊，但是人伊都有时间，伊毋是要来，领一个便当的，伊为着啥物？使命感，容易啊，安尼来200几个来排班嘛，有几来小姐吼，欧巴桑小姐，人因拢是固定拜六才会当来。我若见拜了，就看到这群人，我就甲因称呼讲：“啊，恁这是周末派，
吼啊，恁这是什么派？有诶是伫别里某一个团体，譬如讲因着跳土风舞诶，吼，啊因着伫遐熟悉诶嘛，啊大家着结缘啊，烧烧来，安尼伊就是迄个土风舞派，吼，啊伊是周末派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啊，一年到每一年，咱咧做一个像咱咧办尾牙啊，一个餐会，甲因说多声，吼，个大家足心塞诶。人力不够，公务员照常上班下班，剩下的时间有志工之外，其他应该主动设定的主动设定。轮，你若是公务员，啊，你有轮班，有延长时间，你会当补假。我有甲你 balance。安尼做起来吼，好势流水。有，头一年吼，头一年吼，我按我那真认真当遐，对毋对？爱要做延长时间。啊，爱增加志工，哦，啊，真紧张，哦，啊，这里长啦，吼，校长啦，安怎了？啊，个人有见效，你为着要学生啊知吼，你袂当要校长等于做负担的，咱着迄个问卷说明活动跟宣传单拢甲印拢好，咱交予学校，学校呢再分予导师，导师分予迄班的学生囡仔，学生囡仔拢有一种或者。Home 什么货？家庭联络部啊，哦，你含家长联络的这款物件吼，啊，砸的，迄是有一个官员吼，有一个官员讲啊，这局长都真有心，讲要300万人，啊，唔通留咧，互伊家己一个伫遐咧烦恼。大家拢甲问我，你300万要对倒位来？伊讲，咱做一个官员，敢是安那一份子？所以，迄头一个想到是讲，啊，我都对学校来，啊，我的囡仔。都拢咧，迄个家庭联络部定啊，都拢有宣传单。啊，咱若安尼咧，哇，这对我帮助真大。哦，吼，囡仔早顿。哎，有一个讲，啊，咱唔当互局长家己一个在烦恼。哇，这我感觉是有心。对。这到尾也有心肝。有心肝，想起来做秘书。哦。有一个讲，我都对学校来，我拢甲分咧，吼，分咧簿仔来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吼，我想起来做迄个主任嘛，吼。所以讲，即大家安尼士气吼，激活。过来，我甲大家讲，讲咱即个文学馆即个所在，是全台湾一馆，经伫咱遮。台南市是拣出上界应用的地点予咱。即个地点啊，文学馆进前是台南市政府，台南市政府的进前是国民党的，或者空军供应司令部。空军供应司令部，迄是拄啊建楼。伫迄个战争呢，日本时代迄不得了，迄是即卖的六关区吼，会叫做啥？做叫做酒厅。哦，酒厅。台南酒。台南酒是过去吼，分林关、嘉义关、嘉义区。嘿，台南市、台南县，即拢总是台南酒，台南酒的酒厅，迄阵的建筑留到即阵。哦。哦。当然嘛，迄个二次大战的时阵，迄美军有炸着。迄个李登辉总统是开始就去修复。哦，所以即个文学馆的前身吼，是或者台湾资料文化资料馆。文化资料馆内底有一个小组，叫做文学史资料小组，是对遮安尼渐渐啊起来，吼，对二零，对，到2003年吼，丢弃处开幕的时阵吼，迄个进程已经伫李总统的时阵吼，李登辉总统的时阵已经用真济经费吼做这个修复。这修复是非常专业的，非常专业的。所以这个文学馆是国家一级的古迹。我迄阵啊，唔知影前当我当去讲，哎呀，这欠一个时钟，再来订一个时钟，订一个钟啊挂时钟。袂使啊。是，要订一个钟啊，爱公文行到行政院，行政院来核定，再来订一个钟啊。哦，原来这是国家的古迹，是这个意思。有这么好的所在，设伫咧台南，啊，这么好的这个号做台南，迄文学馆迄个所在是拢袂淹水的所在。从古早，迄个所在就是台南市的制高点，制高点，国会较早较瓦海这边拢离阮啊嘛，所以还是，迄个汤德章纪念公园，
迄较早是台政厅嘛，吼，迄是，嘿，迄到尾也共合作，这中正路嘛，嗯，哦，你搁看讲这个情形啊，别个城市啦吼，车头前拢中正路、中山路，敢若台南市无共款，台南市吼，换个中山路，直个是成功路，啊，因为老蒋会来进前吼，因住个就正成功，哈哈哈，一个是成功路，啊，中正路嘛。唔是食菜的啦，中正路去经伫个市区内底上界，从日本时代上界繁荣一条嘿，一条叫做中正路，台湾文化馆是中正路一号啦。哦。我这个地点，伊的历史渊源，伊什么款的修饰，咱伫这个所在，第一步空间开放，因为国立故宫博物馆、国立故宫博物院啦、那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国立台湾文化馆是地上长出来的，那是不同款的，一人一款命，一人一款命，所以咱这个馆要经营，第一国家级的，第二是独一无二的，第三咱这個大馆家己爱真打拼，第四咱来搁牵叫小馆。啊！你讲杨奎，纪念馆伫新化，还是个人，或者定公所咧经营，规模较细。啊，咱若有活动的时阵，爱甲伊牵绊。中里和纪念馆伫美浓，伊真是私人家己经营的，游客无了解。我来甲恁参观，啊，恁遮冷气也无够，恁阿遮安怎？伊毋知影讲是迄家伙啊吼，家己偷了吼咧经营个呢。啊，即咱有啥物代志会当甲伊通透个？是。吼，你杨奎纪念馆个边个叫啥？台湾的影帝欧威纪念馆。欧威个牵手还佫伫遐嘿。吼，所以即个物件，大馆小馆呢，爱伙伴行销，毋是干呐咱一馆。咱来产品行销。产品就是文学嘛，产品就是台湾的元素嘛。那不是台湾的元素，虽然文学不及嘛。哦，啊，你哈利波特真世界有名，不过不是台湾文学嘛，吼。所以咱这个物件，台湾元素啊，文学就头一项，是产品行销，通路行销，欢迎大家来，无买无要紧，吼。哦，你来参观，哦，你敢若逛百货公司的，我所在叫你用，哦，你出去后摆你就来。第三，咱的品牌行销，咱若做甲真好、真有名，你看遐文学家的后代，侪侪就讲，安尼，阮家有一挂文物，有一挂伊的纪念品，唔知要安怎，关乎，要关乎这个，要关乎迄个，考虑来考虑去，到尾也关乎台湾文学馆，咱都做到安尼嘛，哦，一间店面较好三架餐，哦，啊，咱就直接徛店，啊，人就知影就会来，就爱做个，啊，国际行销。媒体行销、学术行销，我讲若有十个人写学位的论文，我的硕士论文、博士论文题目是跟台湾文学馆有关，安尼咱这个馆的学术行销才有徛有在啊。